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让我来的。师傅，好了，我回去向师傅复命。没用的东西，白养活你们了，全都是废物。好了好了，霸道。 你口口声声说你手下高手如云，今天本王算是见识了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废物，这可不是本王封的。 是你霸道自己骂出来的，你丢得起这个人，本王可丢不起。堂堂的当朝王爷却杀不了一个少林和尚，传扬出去，确实有损本王的声誉。我想，他们下一关要过的是轩辕关，该你这个。 有用的东西出马了吧？小的亲自去，请王爷放心，小的绝不会让王爷失望。好，你要是砍下魏朝王子的人头，本王会重重的赏你。是。王爷，末将前来报道。好，你随他去，听他的指挥。是。谢王爷。小的这就出发。 等等，如果你要砍不下魏朝王子的人头，你可要记着，别忘了把你自己的人头提来。是。 慧渊，你立刻赶到轩辕关。 是师傅，你们兄弟几个在轩辕关会合。只要能够帮助慧石过了关，就马上回到寺里。是师傅。哎，怎么没见梅兄弟呢？哦，梅兄弟他说要跟着慧石混，可能追他去了吧。这个孩子总是难断尘念呢。 不过，也许他跟慧石有一段姻缘未了。哎，那就随他去吧。好了，你们赶快去准备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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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到轩辕关了。杜锦啊，离齐叔叔营地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过了轩辕关，再翻一座山就到了。二师兄，看来你对秦叔叔的感情很深啊。啊，可不是。在儿时的时候，秦叔叔就像父亲一样慈祥，就像现在的师父。可是好久不见，不知道……哎，好像没什么动静啊。 我们过去看看。
是霸刀，看来他早有准备，只有拼了。希韵，保护自己。好。就咱们俩，能行吗？行。希韵，小心点。 没事吧？把你们全解决掉！金刚手！
回头是。我已经打中他的命门，童子拜佛。杜锦呢？他刚才和我在一起，听见兵器响就不停地哭，把我哭烦了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七月，你救了这个杜锦，为什么赶走他呢？我也是刚知道他是你恩人之子，太对不起了。他不会……他跑不了太远，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。赶紧过关吧，抓紧时间。大师兄，你们把我们送过了关，回去的时候把旭月带走吧，把他交给师父。我不走，你嫌我受了伤会拖累你是不是？我救了你的命，你现在嫌我是累赘，真没良心。又有官兵来了。是前锋叔叔。太子殿下，秦叔叔，秦风拜见太子殿下。拜见太子殿下。秦叔叔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秦叔叔，秦叔叔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是啊是啊，快跟我去大营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好。弟兄们，这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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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们，这是太子殿下。
对不起，秦叔叔，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敢去想。错，你没什么不敢想的，你是魏朝的王子，你生来就要成为魏朝的皇帝。现在魏朝被高阳那个乱臣贼子篡夺了江山，你从他手里夺回江山，报杀父灭朝之仇，这是天经地义、责无旁贷的呀。我知道我责无旁贷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报仇，因为我明白我肩负家仇国恨，这是必须做的。可是我现在是个佛家弟子。哎，不，你不是佛家弟子，你到少林寺是为了求一个安身之地呀。一开始是这样，可是这么多年研读佛法，我越来越明白，我如果按照你说的做，必定会很多人因我而死。我不想看到这些。那你想看到什么？你不要再犹豫了，现在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啊。为什么？你以为这次霸道围攻少林是那么简单的事吗？怎么回事？霸道是齐王的人，最近他一直负责打听你的下落，现在他已经知道你是少林的人，不久将会有大批的官兵杀到少林，你难道要给少林带来一场灾难吗？只有你举起一旗，把霸道和高阳的视线吸引过来，少林或许有可能避免一场灭顶之灾呀。还有，高阳下令屠杀魏朝宗室，目前已经杀了几百人，他想把魏朝宗室赶尽杀绝，以绝后患，甚至连他的亲戚也不放过。所以为了拯救魏朝宗室，你非出山不可。王爷，他来了。王爷，你干得怎么样啊？回王爷，小的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，他们对小的已经没有任何怀疑。好，干得好！事成之后，本王一定会重重赏你。小的不要王爷的任何封赏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为你父亲报仇的。天下想杀高阳的人多的是，但是谁都杀不了高阳，因为他是皇上。只有本王才能杀了高阳，因为本王是王爷，是高阳的弟弟，也就是说，本王是唯一一个能为你父亲报仇的人。只要能为父亲报仇，小的愿为王爷肝脑涂地。王爷，霸刀求见。没用的东西。你去吧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本王禀告。是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伤好了吗？我在外面看了很久，怕打扰你，所以没进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还有心思抄经？师父发我抄的经书还没有抄完，我想尽快抄完它，将来见到师父。你以为你走出少林寺的大门，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？以前你是佛门弟子，可现在你是个覆巢王子，你可以想从前不敢想的事。西月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敢想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敢想。前路渺茫，凶险万状，我看不到一点点的出路。你看看今天，所有关隘都有人追杀。
就因为我从一个和尚一夜之间变成了覆巢王子，所以我很迷茫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知道你需要改变你自己，从一个肩负着许多人命运的角度去思考你将面临的一切。现在我等着你的选择。无能，废物！给了你这么多人马，连几个少林和尚都对付不了。王爷，小的这可都是为了王爷啊！王爷，你一定要给小的报仇啊！哼，报仇？就凭你这条残腿，还想报仇？我一定要报这个仇，杀光少林和尚，请王爷为小的做主啊！你真想报仇？此仇不报，我死不瞑目。好，很好。如果你真想报仇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太子，京城的内线为我们送来了大牢的地图，这太好了。要地图干什么？怎么，他们没有向你禀报吗？是这样，朝廷已下了诏书，三日后要将抓进大牢的卫士宗亲全部拉出去问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处斩日期之前去劫狱，把卫士宗亲救出来。现在时间不多了。还考虑什么？太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必须出兵去救卫氏宗亲。可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？有没有这个能力都得去救，拼死也得去救，否则天下人会认为太子是六亲不认，那与暴君高阳又有什么区别？那么以太子为首的起义军就不会被天下人承认，一切就会功亏于篑呀。钱叔叔，我认识一个姑娘叫袁文翠，她今年还不到12岁，可是因为命运，她也被暴君抓了起来。有消息说，她也要被问斩了。她是什么人？按辈分，她是你的堂妹，但她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她就不知道什么是皇宫，什么是享福，他受尽了苦难，但他知道他有个太子的哥哥会来救他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今天啊，把大家聚到一块儿是要宣布一个事儿，太子殿下要宣布营救卫氏宗亲的计划。有请太子殿下，请吧。我们誓死效忠太子殿下。
站住！什么东西？啊，解渴的绿豆汤，喝点吧。喝点吧，喝吧。走吧。那边，走吧。大师兄，我知道有问题。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又迷路了？什么？又迷路了？你们说话小点声。找了这么久也没见到京城，好像就在山里打转啊。我去问问他。嗯。杜姐，杜姐啊！哎哎，你过来。过来，怎么了？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？往北走啊，去京城啊！你胡说！我从小就在山里长大，我能不知道那是哪个方向吗？你看这个太阳，我们明明应该往北走，可是再往东走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那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哼！说，哎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往错误的方向走？其实你们知道也无所谓，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去京城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卫士宗亲，太危险了，你们就不怕死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给二师兄带来危险？你们是和尚，你们怕什么？可是我长这么大还没碰过女人呢。你们想去死，你们就去死，我不想去送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派这么一个怕死鬼来带路。算了，三师兄，别跟他说了，说也说不清。不管他了，抓紧时间赶路吧，走。没有我，你们找不着路的。今天天气闷热，霸道又规定士兵们不得离开大牢一步，所以他们一定口渴难熬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送上准备好的绿豆汤，等他们被我们的蒙汗药蒙倒时，我们就可以冲进去救人。记住，在城门往东五里处有兄弟们挖好的地洞，从那里可以逃出城外。别动，你看着我，这样演的才像。这里的士兵很聪明，我们要装成偶尔休息一下，他们才不会起疑心。
清凉解渴的绿豆汤，卖绿豆汤喽！清凉解渴的绿豆汤，绿豆汤，卖绿豆汤喽！清凉解渴的绿豆汤，卖绿豆汤喽！绿豆汤，清凉解渴的绿豆汤。天太热了，喝碗绿豆汤吧。卖绿豆汤喽！卖绿豆汤喽！卖绿豆汤。你们这卖什么呢？冰凉解渴的绿豆汤。大爷，您要几碗？太好了，推过来吧。哎，走。来，大爷。哎，慢着，我们押着朝廷重犯，万事小心。你先喝。好，大爷，您不信任我？少废话，让你喝你就喝。啊，我喝，来。您看，没事吧？我们出来做生意的呀，就图个口碑好。要是把您几位喝坏了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？行了，别唠叨了，给我们几个一人盛一碗。哎，好嘞，来拿干净的碗。来，大爷，来。Thank you.
少林金刚手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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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你是魏朝王子的婶婶，这一次你的王子殿下不敢来救你了吧？他要是敢来，就是死路一条，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呸！你跟着高阳那个昏君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你今天就要被烧死了，烧死懂不懂？就是把你扔进火盆里，活活的烧死。历来只有昏君才用酷刑，高阳的天下就要亡了。时辰已到，来人，将这两个朝廷重犯给我活活烧死，所有卫士宗亲一律斩首示众。不要哭，你是卫士皇室的宗亲，死也要死得高贵。把他们给我扔到火里。我们走吧。不，我要去救袁文翠。
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请看你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。